嗨，小朋友们早安。今天的听写呢是来自吞之火毛这堂生字。请问大家的听写都准备好也学会了吗？如果准备好也学会了，那么我们就开始听写了。首先第一题是耳朵，耳朵。第二，吞食，吞食。第三，老爷，老爷。第四，容易，容易。第五，时常，时常。最后一题是办法，办法。好，老师再重复一遍。第一题是耳朵，耳朵。第二，吞食，吞食。第三，老爷，老爷。第四，容易，容易。第五，时常，时常。第六，办法，办法。同样的，请小朋友们检查一遍，如果没问题了呢，请拍照上传，然后提交到 UC 哦。今天的听写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